那么想跟人分享一下我如何接触佛法的，好吧？我是在 Form 6才开始接触佛法的，旁边那个就是我 Form 6。哈哈哈哈哈！啊 ，Form 61989年呐、啊，就是20年前，那时候接触佛法，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接触佛法，要不要？这个黄色箭头的，就是我同班同学，他是 Science student， 就是 Technical School， 然后过转过来读文科了。我是 Accounts， 他这个人哦很聪明了，可以每一天爬坡，他是考试的时候拿 A， 然后我是跟他教他读 Accounts 了，我拿 D。所以那时候让我告诉我自己，原来哦，我不是读书的料，他们是很厉害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影响到我很大改变，而且我 SDBM 第一年我 fail， 我 form 5我是拿 top 啦，不是很多啦，你们这边比较厉害，我前不多，但是我用 form 5的方法去读 form 6， 所以我 fail 了，所以我是 receive 一年才进大学了，所以我是自卑的大学生来了，啊，给大家知道一下。所以94年我进，这是我的 cosmic， 全部都是啊，我大学本从第一年到第四年都是非常好了，每一张 paper 都在同一个 class tutorial， 好不好？第一年到 final year， 我们是这样好的朋友来的。OK， 在大学我很活跃啦，大学有四个主修科，现在的大学生那么跟我讲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抽大地吗？第二个是什么？上网看戏吗？第三个玩 game 哈、哦？第四个拍拖了？他们讲现在的大学生不像我们以前这样。四个major paper， 对吗？应该你们这边不是了哈。所以我在大学是很活跃的，因为我是打排球，我是参加大学排球队。大学排球队我们连续4年都是拿冠军了，因为我们队里面两个国手，6个州手。我是其中一个左右手。但是我打了2年太累了，影响到我功课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那时候因为接触了佛法，所以我就投入。所以发现到佛法影响到很大，尤其在这样影响到我从 Form 6进到大学啊，那时候我很失落、啊、因为我从大学我是其中一个模范生来的啊，学校模范，但是 Form 6我 fail， 所以我不能接受啊，很苦啊，啊！但是那时候我看到接触了佛法的时候，我看到两个字改变到我了，受苦是了苦，享福是消福啊。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佛，然后怎样平静自己，然后重新开始适应自己3个月，再重新 receive， 然后够考到68分，我进到 USM 了。但是我选 USM 教育系是因为我没有信心了。我朋友每天 part-time 可以拿 A 的，我读到半死才拿 D 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教育系还是比较适合我了，安安分分咯。从本来我很有大志了，但是变成这样，这是不是因为我很喜欢教的书？是因为我发现应该我不是比别人厉害，英文又比别人差哦。读书别人读一个小时，我要读几天？所以那时候我慢慢改变了。所以进了大学过后，也是4年玩到4年咯。哦，但是我是目标就是不要 fail 罢了。OK， 第一年我负责大学里面的就素食，因为我会煮东西嘛，我家里是小贩出身的，所以我是做主席啊、第一年过后我就做 second semester， 所以那么素食了，做饭，然后我参加佛学班啊、英文华语的我也参加了，这是我了哈，91年，然后那时候参加开照师傅啊、这班师傅就是我们接触了，那时候槟城嘛，就洪富士是跟三位讲堂继承法师都好，跟师傅他们一起啦，师傅师兄弟开宝师傅啦，开圣师傅开阳师傅啊，进修营啊，那时候我是第二年接触到开照师，我就从第二年到第四年都一起举办全国大专进修营，是我发动开始了，跟师傅，那时候我们太得功了，没有地方去啊，然后师傅刚好要举办生活营，就一拍即合了，我找人他负责课程咯，所以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是我负责的。啊，这是我了，看到吗？92年，就是17年前。然后我也参加在大学呢，我是每一个 semester 不同的活动我参加了，在佛学会罢了。哦，参加佛学班 ，OK， UDDDC， 然后又其他现在英文、华语、马来文啊，马来文没有啊，英文跟华语。那时候英文不好，就参加英文的 Dharma class， 那时候是 Dharma class， 91年。然后我是从第二年到第三年都是这个，哎，那时候我发觉到。在整个佛教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教育嘛，布施里面有三种嘛，财施、无畏施跟这个是法施嘛，所以发现到教育很重要啊，那时候我就专注在这个，而且发现到很重要，培育人才才是长远的路，所以我就参加了 Dharma Teacher Training， 然后第二年到 Final Year 我都是在这个活动里面，所以到今天也是我的一生的理想啊，这是我的以前的一般的伙伴，现在慢慢联络回来啊，然后在第二年我去短期住家，所以我一些朋友跟我讲，你在事业上这样好成就，其中一个关键应该你有短期出家，福报很大。
哦 sorry 啊，这边。我哈，我在那里啊。哦，我就是这个。开宝师傅、开照师傅啊，啊，全部在那边，在红富士，我们是在全部 USM 的这班，两个星期，哇，真的不简单，很精进了。然后这是在法宝山升旗山上面，很开心了。不过我看到这边的环境，哎呀，你们太有福气了。然后第三年我就在 Unibus， 所以我第一年到四年全部跟佛法没有脱离关系了，很密了。不料我做我的，啊，我做我的。第三年跟第四年我搬出去，整班啊开始都不是佛学会的，那慢慢我就把它变成全部都是佛学会了。这是我在大学四年过后毕业出来过后，然后的改变呢、啊，